不要再录了，拜托不要，拜托了。不要，我当庄又海归的。那我推一下啊，我突然看到你的车位了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已经超车了。大小啦，我已经过你的车头了。妈的，我已经掉到后面去了。我刚开 turbo 啊，车你妈尾灯呢？太阳能之一，你有氮气对不对？太阳能之一啊，有。谁？哦，什么？嗯，一花一花庄加彩龟舞台，对哦，太危险。来，你可以打别的，我想一下，不是有一个那个当今的电影吗？然后他们最后不是要跑步，然后有两个人一直聊天，林志颖跟那个谁，然后就一直聊，然后就一直跑，就跑走了。你有看过那部？哦，我知道，林志颖跟那个夏娃，那个陈辉明，对，会不会等一下我们两个就跑着，然后我们就跑到前面去了？说不定哦，对，一起到一位去，对，好开心。我爱跑步，跑步爱我。哎，我们两个就一直竞速，有没有？一直竞速，然后就甩掉，在不知不觉之中超越所有人。对，谢谢 Toy Soldier 的爱车超级留言 ，Thank you。刚刚有靠大宝的，红果安安，乐观。哎呦，原来在那里 ，OK， 知道了。手机啊，红中，是呀。但你现在不在我旁边了，我觉得你靠背，我跟你差六步，我在你旁边。我说速度哦，拍哦对对拍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八个，我那页还没听牌啊，四台，好的，十一点。然后你一直盯，可恶！我然后一直盯，我看他里面就有，你说盯你吗？盯牌，盯着牌看，盯着牌啊。看一下啊，好，大家看一下啊，那么好碰，16万，碰，现在牌都可以这样碰的，都中间的，好强哦。我想说，不然碰牌要怎么碰？碰牌通常都是先碰这个或者大字吧，像这种，七分，八万。只有我不是碰碰虎牌面。什么？你碰碰虎？就只有我不是碰碰虎牌面。Oh no！ 哇连胡哎！对对，舞台。来，刘明。这样有点压力呢，进度已经两挂了。哎，我们好想要啊！六P，啊，浩哥的招，对，哦，不是，哎呀，八十，哎呀，哇，这是送的啊，有台有台，通通有台啊，八万。怕了，你是要怕了，老板。
庄家对家都怕，那我们这个全世界都怕庄家啦，你下家比较有机会吧？你也吃两瓜啦。哎呦，我有一点，我们是一伙的、啊，我有一点戏，所以我们是一伙的、啊。A little bit， 一伙的，对啊，狼狈哦，有好狼狈哦，完蛋了，狼狈为奸。没事，下次我。九条，再冲一张吧。这个时候开饮料会不会？再冲一张吧。帮忙。Yeah， 会不会改变了这个牌局呢？艾比，干嘛？我下唬了，吓我一跳，干嘛呢？哎，这个六饼是你打的。啊，雷梦你、啊，感谢我吗？雷梦你猜红中啊？开启了两张，对啊，为你开启了两张安全牌。他也猜红中，我们俩一起猜红中。他没碰，对啊，他不碰啊。嗯。OK。有一点呢、啊，他有点想要，但是又想说，那个闪屏是什么意思？大家不知道，这个动作。你想吃哦？你想吃哦？哦，哎、欸。什么啊？发财哦！哇！感谢我天二五比发财东风，差点双响。连三，下一首。发财东风梦梦五连三，双连三三三。发财东风梦梦五庄家连三拉三。哇，四层楼，还好三层加盖。顶家，顶家都盖歪歪的，那个顶家那个楼梯上去，这个还没被拆，还 OK 的，十三台，好贵，好猛，他超车了。嗯、好得失吧，哦，这样，完蛋了，我又不用玩，那可以玩啊，要这么长哎、欸，可以啊。你看，我就说不用玩了吧。是吗？所以才要叫你玩啊！这样他就不会自摸、啊。是吗？全红。我就不用玩了、哦。十一台，十一台。是。吃起来过水啦，比较方便。不然哦，要过很久。吃起来过，吃起来对吧？比较慢、欸嗯。你是我上家、欸。吃起来过还是你排过？乱给意见。起来过。我打什么？我打三条，打二饼，我打二饼还是八万光头？看这个位置的话，之类的，就是，哦，在这里啦，难，十，再什么？掉掉。绝章，不要，过水啊！吃起来过水比较简单。黄忠一排，乖乖回哇哇，谢喽！哇，维梦，我想吃哎、欸，维梦你，我决定颁发给你，你是今天的 MVP。哇 ，MVP 给你哦，太强了，没够比拼了吗？对啊，拼个万，鸟姐，银鱼问说，补花一开始摸到花没有补，是不是就算相公？还是下一圈可以把手牌的花拿出来？台湾麻将里面的摸到花，基本上就是要立刻马上补。那如果说你摸错，或者是看错，或者是不管什么原因，你当下第一时间没有马上补的话，其实就已经算相公了。通常呢，要直接承认啊，摸错了或者是看错了，这样子会比较好，因为大部分的场呢其实是不能藏花的，被抓到其实是当作是作弊来处理的。好，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会在下一次的赢家派解告诉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喽，拜。